清水狗去挖到野生的鳝鱼，民众讲这是上赞的圣诞礼物。婚姻有两个工人哦，来到这斗六市一个休耕的农田边啊，要来进行着水圳清除、烂瓜皮作业。想未到呢，煞去发现讲有20多只珍贵的鳝鱼，因为野生的鳝鱼呢数量真少，当事人家己嘛惊一跳，讲这根本是挖到宝。工人使着怪手咧清理水圳的烂土，这是地砖卡真肃详的代志。刷城内未少的民众来滴看，原来是工人咧清理烂土时阵，竟然挖到野生的鳝鱼。水沟内底烂个尾啊，竟然藏着一尾一尾纯野生的黄鳝鱼，短短50公尺长的白水沟，总共抓着20多尾，将近15公斤。分林关斗六九安里一个社区进前的田园水圳来咧清理烂土，意外挖到宝。咕溜咕溜，哎，无注意当作蛇咧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吃醋。因为边啊都是一大片的田园，而且已经无咧种植真久啊，当地民众讲可能是因为无农药的污染，所以好这鳝鱼有一个真好的生长环境。土壤肥沃，对，然后也很意外哈、哦，那个水感谢水利会来帮我们清淤、啊，意外发现是这个忙中小乐趣、哦、有很多的这个鳝鱼，马上可以进补啊。野生的黄鳝鱼平常时啊，住伫咧水底窟啊，真熬伫咧烂沟尾啊内底软空，所以真歹抓，食起来口感真甘。温性会当补气血甲壮筋骨，因为伫咧市场大部分拢是饲的鳝鱼，野生的真罕咧见。市场的行情一袋斤会当卖600至1000块，互两个工人讲，这真正是。